那你哪一组？泰雅组和泰鲁格组。我爸爸是哪一组？爸爸是泰雅组，妈妈是泰鲁格。妈妈是哪边的鲁古？花莲啊。花莲秀林乡还是万荣乡？秀林乡。秀林乡什么村？嘉湾村。嘉湾哦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讲一次。孙少君。孙少君。那个很少的少吗？不是，少是那个很难的，真的很难。一个召唤兽，那个召唤的一个刀，在一个口，在一个啵啵啵啵的枝。孙少什么？君。哪个君？君子的君。你天生这么活泼吗？没错。好好好，是不是你们部落里面最帅的？是吗？我现在没有种地瓜、啊。结果小开，你在干嘛？我不发誓。有没有声音了？爱情来不及变了，都送的疯了却无效。我是你今生中的I'm just gonna fall you, baby, as in cruel. Say a lot and Judas, baby. Juda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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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das. 我是山地上的老酒鬼。老酒鬼就喝这个小米酒。太阳是马兰的那乌米努拉努拉吉那太阳。外的。对。买包。买包。我的吉他啊，你你我把我的麦克风啊，莫尼卡。Saya dong amaku.
asa haya bak makulai na sa. 好像贵子还是要满打，要12个、18个都没有关系。谢谢哈。幸福快乐的马嘎的马嘎 in the mass mapa， 然后穿梭在我身上震撼我自己。招招手，招招手，招招手，哎，帅啊！他也是泰雅族哈。嗯。你的弟弟啊，最小的。这不是我弟弟，表弟。哦，表弟哈。那是你们家的门牌吗？对啊。檀香，恒隆三路啊。对。哦。好，来，叔叔问一下，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哈，国语。国语的名字，国语。张志兴。工厂张的。嗯。那个字是哪个字？自己的字。心呢？亲。哪个亲？一个金一个欠。一个金一个欠。欣赏的欣是？张志欣啊。张志清。张志清啊。嗯。几年级？四年级。几岁？等一下，你几岁？那跑掉好。十一岁、嗯、四年级11岁、嗯、那哪一组？太阳族。爸爸跟妈妈都太阳族吗？嗯。那你有没有太阳名字？有。你看看太阳名字叫什么？喜树。喜树，爸爸的呗。不知道。不知道哈，你知道你叫喜树哈？有哪个国小？大湖。大湖。大湖。那你是坐公车上课？嗯。大湖国小哈，那现在住在哪里？什么村？哪一个乡？哪一个村？哪个部落？泰安乡金水村，恒隆山。隆山部落哈。嗯。那叔叔问一下哈，那你那个叔叔问点母语。你看看这个，这边是镜头。问母语哈，会你就讲，不会就是不会，不会就跳过哈。爸爸。爷爷。妈妈。爷爷。阿公。李大师。阿妈。小孩，部落小孩，
哦，我就问他那个母语。来，一下那个老人，你会不会讲？小孩不会，就说不会跳过。小孩会不会？我。男生。我。女生。去后面。我。看一定。那个，那叔叔问器官哈，眼睛会不会？不会。叔叔，先不要帮他解答，我看他的那个，他本身会多少？鼻子。等一下我问完你不会的，你再去问你的雅克跟尤戴斯哈。鼻子会不会？会。好，嘴巴。不挂。耳朵。那，你想不起来就说忘记没有关系。爸爸。好好。头怎么讲？头。头发。牙齿。刚刚那个叔叔是你的。叔叔。啊，叔叔哈。舌头会不会？不会。手怎么讲？脚。脚，嘎嘎。嘎嘎哈。肚子。不会。屁股。不会。那个，好，那叔叔问，一二三四五会不会？一二三四五会不会？不会。学校没有教吗？还是忘记了？忘记了。好，那吃饭怎么讲？洗澡。不会。睡觉。回家。不会。好，那叔叔再问后，那个地瓜会不会讲地瓜？地瓜不会。小米。米饭会不会讲？这些都没教过。好，那不会的就是不会，没有关系哈。你好，叔叔再问一下哈，那个猪会不会讲猪？猪不会。那个路上跑来跑去的那个狗呢？鸡，我学校也没有教。哦，没关系，你不会的就说不会，就跳过去哈。叔叔只是问一下你会不会那个字而已哈。不要紧张哈。那个鱼会不会讲？会。螃蟹。不会。虾子。不会。天上飞的鸟是不是？不会。那下雨会不会讲下雨？刮啦。很好。太阳。不会。现在是有风，风怎么讲会不会？不会。水呢？不会。菜会不会讲？菜不会。那个老人脸上那个纹面你会不会讲？不会。织布？不会。跳舞？不会。唱歌？不会。彩虹？不会。衣服会不会？不会。那有没有叔叔？很冷怎么讲？不会。很热。不会。你们学好。那有没有叔叔没有问到的那个泰雅字？你自己会讲的。不会。不会啊。好，那叔叔问一下，你们学校有几个母语老师？一个。一个。那部落里面有几个母语老师？部落。你知道的。一样一个。对啊。一个吧，一个而已啊。对。那，你知不知道部落里面有没有很多大人？有。怎么很多老人？有。那些都是不是老师？有些不是。那些会不会讲母语？啊？很多大人会不会讲母语？会。老人呢？也会。对啊，他们就是老师啦，懂不懂？所以部落里面有很多老师。你会不会想把母语学好？会。会不会想？那你回来都有没有跟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那个尤大斯雅克学？没有。要多问这样，问就会了，很简单。你部落里面是不是很多泰雅族的那个长辈？嗯。对不对？要问啊，那都免费啊，是吧？问一次，问五次，问十次就会了。这是你的弟弟哈，表弟哦。弟弟你好，几岁？他几岁？不知道。知道。哦，好，那个你现在四年级啊？嗯。那个叔叔问一下，波波波你会不会念？波波波把它念一次念完。啊。你试试看，念不会就跳过去啊！好，开始来。波波波开始。波波波的特。
可能了，可可可。很好，提醒。哪一个卡？会。为什么 ？A B 现在有没有教英文？有。嗯。那英文 A B C 会不会念 ？A B C D E F G H I J K L N O P Q R S T U V Z X Y Z 哦。M N 跟 W W X Y Z 哈。X Y Z。那叔叔有教过球球乘法表啊？有。那叔叔，叔叔考一下哈，99，81，98，72，对啊，98，72，67，67，42，对对对，你不要帮他回答，那个73，21，弟弟，76，74，多少？76多少？76，54，再讲一遍，54，对吗？多少？42啊。77、42。76、42。76、42。76是不是42？对啊。然后来，来，9×9+19等于多少？9×9+19。加十九。对。101吗？100，好，很好了，接近了哈。再来，那个8×8+36，不要回答，不要放右边。8×8+36，88、64，+36。对。哦，简单。加起了。8×8+36。+36。咦。+36。多少？想那么久，多少？忘记了。100啊。对啊，多100啊。100啊。你几岁？七。哦，一年级啊。哎，我还没洗澡。怎么长那么帅？啊。来。你就再问一下哈，那个，你回来在家里，放学都在家里干嘛？看卡通。先看电视。看电视，有课后辅导吗？有。课后辅导有没有认真念书？还是都去？有认真念书。还是只有写功课？都在写功课。那有没有把不会的拿出来问老师？有。真的吗？嗯。那你那个什么，回来都在家里忙什么？啊？除了看卡通，还有呢？写作业。还有呢？有看书吗？都没有哈。考试的时候就。考试才看。不是，考试前都会看书。平常不看啊。嗯。平常为什么不看？嗯。你功课很好。平常有没有带课本回家？有。都有吗？嗯。还是只有带作业回家？有没有把课本带回来看？有。真的吗？嗯。好。那你以后想做什么？当鸡排有氧做。他不是当鸡排。嗯，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想当军人、警察，还是要当总统，还是当医生、老师、律师，还是当设计师，还是什么？有没有想过？我要当什么？怎么样？嗯，不知道。还是要当大老板？没想过。那你会不会唱一首母语歌？我当歌，你是耶稣。还是唱流行歌，一首一小段。我不要。嗯，你是念什么国小？是大湖国小。对。啊，那你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把母语学好？你觉得？你自己觉得？老师教。老师一个礼拜几堂课母语课？学校有母语课吗？大湖国小。有。一个礼拜几堂？一个礼拜一堂。摸。你觉得够不够？够。够啊。嗯。那我刚问你一问三不知呢。啊。我刚问你，通通不会讲，怎么会够？你国语课一个礼拜几堂？啊，国语课。对啊。五堂。那国语课多还是母语课多？国语。对啊，你每天讲国语，国语课那么多，
你国语很好，那你母语好不好？不啊。那一堂课够不够？不够。对啊，你怎么会说够呢？回来都有没有练习？没有。那回来找谁练习？啊？回来应该要找谁练习？你觉得？爸妈。对啊，找爸妈很忙嘞。阿公。阿公也很忙嘞。阿公在吗？旁边是不是有些阿姨、姑姑、叔叔、表姐？对啊，都可以问这样。嗯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假如你一时记不下来的话，你要怎么做笔记？写字。用罗马拼音还是波波摩还是国语？都可以哈、哦，都可以，懂了。自己把音记下来。那你有没有 MP3？ MP3？ 没有。你像叔叔现在的手上拿的是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录影机，你只要录影机也可以录大人的声音，拿来背练习那个母语、啊。嗯。那个录音笔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嗯。还有什么？手机可不可以录音？真的，手机可以。对啊，你可以去把来看这里，你可以去把大人的声音录下来，懂不懂？这样比较好记，可以放到电脑里面看，懂不懂？嗯。一个是做笔记，一个是用录音，懂不懂？知道。嗯。那你国语名字再介绍一次。张志清。张志新啊。清。清哦、啊，你说一个金一个欠呢、啊？对。那不是新吗？这个。对。没有。太阳名字叫。金钱的金。三个新啊。清。金钱的金。没有，叔叔拿纸给你写一下。你有没有家里面有没有不要的纸写给叔叔看一下？还是有那个帽子上有写名字，我借我看一下。你认识他？没有，我在部落。啊，叔叔刚好路过。你看，可以招招手吗？来过我们学校哈。你也是有啊有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哎，叔叔刚给你招，你会不会上网？上网。好，自己的字哈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哎嘿。我的那个，因为我们三个，哦，好好。祖孙太。哎，我的嘞。那是你的孙子哦。哎，我耶。二三耶。你亲他们一下嘛。我还要亲。亲他们，亲你的孙子。那我亲你。这是录影，不是照相。哎，对。你们帮你们亲阿妈一下。哎。好。那可以吗 ？OK。谢谢。Thank you.